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踏上一场很奇幻的海洋科学之旅，来探索我们的海洋奥秘，有从仿生学的惊奇，还有结合科技的实际解谜，以及即将要绝迹的珊瑚都能够成功复育，非常的丰富哦。为你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经营管理组的主任徐凤仪。小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徐博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产学交流组的主任陈立淑。小君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立淑博士好。第三位呢是我们研究典藏组的主任施同伟。小君，各位观众大家好。施博好。第四位是我们展示教学组的主任宋作中。小君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宋博好。今天在座的都是博士哦，所以大家可以从他们的言谈当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刚刚有说到一个仿生学，仿生学您知道是什么吗？海科馆即将在这一个月要展出这一档非常奇特的作品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凤仪主任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缘起创作呢？好，这个展览真的是很特别，是我们海科馆首次跟日本的艺术家所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起源于是我们在2019年九月份，我们海科馆去参加那个国际博物馆学会的一个年会。那在那个会场当中，其实大家非常热闹，但是呢，我们一眼就看中这个奥田英明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他叫浮游体。那浮游体它其实是利用那个仿生学，把人工皮肤的一些他们不能讲废材，因为在艺术家的心目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无作用的人工皮肤的材料，用这个材料，因为他不想把这些材料浪费掉，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材料去做了一个水母的一个仿生生物。那他这样的一个东西又也结合了流体力学，然后灯光跟色素，然后让那个缸体整个呈现是一个水族的缸体，它等于是一个艺术的创作。所以从这个缸体里面，你可以发现它其实跟真正的水母栩栩如生，真的是很相像。所以也因为在会场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很惊艳，所以我们馆长就力邀他，我们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力邀他过来这边能够参展。那因为整个艺术品其实整个运送过程还有要通关那些其实程序还蛮麻烦的，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的过程非常艰辛，所以其实这个展是在这个礼拜五会做开展。那开展之后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来这边参观，那个真的是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视觉飨宴。是，听得真的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它不但结合了科技，还结合了艺术，更重要的还结合了哲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施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展出内容到底有哪些。的确，这个展是相当的特别，在我们博物馆从2003年或者是正式开馆是从2013年这一段时间，我们从来没有办过这种类型的展。它有一点带点当代艺术特质的展示，所以有很多的感觉呢，真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好，那诚如刚刚的徐主任呢，他说的，其实呢，这个材料呢，原本是要来运用在所谓的人工肌肉或者是皮肤等的需要上来开发的材料，可是经过测试了以后，其实是不适用的材料。所以因此呢，这一个艺术应该讲科学家，他当然现在已经变成艺术家，他对于材料的一个执着度的关系呢，让他对这个材料就采取一个试材试用的一个方式，于是展开了他的另外一个人生的旅程，也就是这一次我们邀请他来台湾做特展的What This 对话宇宙海。他希望呢透过这些他的一个作品，把他人生的一个经历、科学的知识、艺术的元素或者是哲学观呢，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对话。那个就请大家呢先来看一段我们的一个展场上的影片，我们再逐一跟观众们一起分享。
好像这个缸子里面呢，它到这些浮游在水槽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人说它是花，有人说它是垃圾。然后在这个缸子后面呢，你看到的有很多形状非常特别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它是用纸所做成的，它其实是剪纸艺术。好，那这个水槽呢，你看到的一片一片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就艺术家他们的一个想象来看的话，它像不像出现在我们天空中的幽浮的形状？有像有像。那它或许会出现在另外一个类似地球的地方的一个星球上。那这一个作品呢这是艺术家最新的一个作品，也是为了这一次特展所额外准备的。它借由光以及水流以及投影的一个方式呢，来展现出浮游体它不同的美感。你可以从水中直接看，也可以透过光线呢投影在墙壁上看，看它的一个美感美学。好，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额外的一个展项。它好像我们出门工作，然后回来以后呢，累了就回到家里休息，然后经过了一些沉淀以后呢，我们再往前出发。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是如何。那这一个展呢，这一个作品呢，它其实是在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它可能存在的香菇的展，香菇头的展。所以其实呢，在整个包括后面的缸子，你看到的许许多多不同的一个作品呢，其实都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这些东西你会没想到是说，它其实曾经被当作是不能做人工肌肉或皮肤的材料，被废弃掉的材料所做成的。那现在呢，各位看到的这一个好像是水母吧，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它是水母，还会发光了，还会发光，还会在那边对话。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一个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它就像是一个舞台剧，很多的一个人或是歌手在上面表演。其实在这个展里面呢，它有很多的一个呈现呢，都是跟我们社会的运作的现象是有关系的，所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有意思的展。对，这真的是让你看得懂又好像看不太懂的展览，但是里面却充满了很多不可能。那大家刚刚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好像水母，这好像什么，可是因为它都不是生物，但它里面却充满了科学。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科学仿生原理？我们一定要请教我们的施主任。其实呢，在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这个展呢暂时是没有办法在台湾及时的展出了，那终于在今年就登场了。那在我们的一个教育活动的推广过程里面呢，因为这两年虽然说没有正式的办展，但是事实上我们有浮游体的作品呢在我们的馆里面，所以很多人看到它以后呢，其实会碰到小朋友们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这是什么东西呢？手进去给他捞一下。是，然后呢，它会不会长大？跟水晶宝宝一样，会不会长大？那它会不会变色？然后它要喂食吗？所以很一连串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都会，在参观者的脑中逐一的浮现。那甚至它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来参观这个展的时候呢，透过跟艺术家的一个对话的话，你可以对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会有另一番更深入的一个诠释。那就自然科学来讲来看的话，所有的生物几乎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嘛。那它有所谓的遗传密码，就 DNA。对。可是呢，就一个艺术家来看的话，他可能不认为，具有 DNA 的东西呢，或具有细胞的东西呢，它才叫做有生命。其实呢，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只要这一个物件，当然包括有生命的东西，你看到它以后你能对它有感，它会影响到你的话，那它就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在这一个特展里面呢，我们可以从看漂亮的一个浮游体，
它的不同的一个造型，每个造型呢都有它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可以去探究一下啊，这个艺术家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哲学观以外呢，另外其实呢他的这个经历的历程呢，跟我们博物馆在建馆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重叠之处，可能一般民众你可能不知道。所以呢，在这未来这十个半月的一个展示这个展陈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定期的办教育活动，那个除了这个以外呢，也可以了解到我们博物馆在这个环境上面的一个议题的努力，相信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深远的一个特展跟教育活动。那在开展开幕之后呢，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因为艺术家在台湾，所以呢礼拜六跟礼拜天的特展活动也相当的一个特别，那也已经开放民众报名参加。那基本上呀，我们包括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剪纸艺术，那这个剪纸艺术呢它跟一般的剪纸不太一样，跟我们剪春联那个不太一样，那有多么不一样呢？可能我必须要卖个关子，让大家来这边，才会来，还好奇，那你才会来报名嘛，对不对？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对这个他的剪纸的一个世界他的剪纸观呢，他是觉得其实材料的每一个部分呢，它都非常的重要，一定有它的功能，并不是留下我们想要的，不要的它就没有作用，就把它剪掉。事实上不是的，这是它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就它的一个，所以材料要怎么样适才适用，这一个哲学观里面呢，它跟我们也不太一样。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其实要把一个剪纸剪得很漂亮，那一定是要用眼睛去看嘛。好，这是一般我们的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算是知识，它一个也必须要以眼睛去判断。可是呢，刚刚各位看到的它的一个剪纸的一个作品的表现，其实很多都不是用眼睛看的去做出来的，它是还是那句话，必须要适才适用。也就是说，其实纸张有不同的特性，纸张呢如果能够表现出它最美的美感的话，一定要让纸张觉得非常的舒服，它才会表达它最优美的姿势，是这样剪出来的。所以其实呢，它的那个剪纸的过程里面呢，有很多的时间其实都不是用那个奥田先生这一个作家呢这一个艺术家呢他的眼睛去做判断，完全不是，他完全必须去感受到纸张它的 kimochi 好了，它的舒适度，它才有办法做出这种展现。所以这个是跟我们的那个一般的剪纸是非常不一样的活动。那剪纸活动呢，我们会安排在17号是我们的开幕典礼，18号的下午2点，我们有一个工作坊，限额是50人。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剪纸艺术的一个工作坊。好，这是我们在开幕的教育活动里面呢，由艺术家亲自来带领大家来体验所谓的这个奥田英明先生他的一个剪纸世界，以及我们来探究他的一个剪纸的观念是怎么样。好，那这是我们在教育活动的第一项。那第二个教育活动呢又更特别的这个教育活动呢，其实呢我们是取名为记忆星辰烙印宇宙。也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把每个人呢自己曾经不管是家里的照片，跟朋友拍的照片你提供你一张即使你已经快要遗忘的照片，这些照片呢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以后呢，我们博物馆就会把它做输出，做纸张的输出。输出完了以后呢，那就是要来把这个记忆呢把它烙印在宇宙里面。那怎么样去把这我们的记忆或是我们快要遗忘但是又把它回忆起来烙印在宇宙上呢，就是我们这个记忆星辰烙印宇宙很重要的一个哲学观了。在奥田先生他的一个观念里面，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永久的，没有过去，也不是只有现在，当然也会有还没发生的未来，这些都会永久的存放在我们最大的博物馆，就是我们的宇宙。
那至于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当然就要等各位来报名以后，然后由奥田先生呢来跟我们各位观众呢一起来互动，那个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么有趣的一个哲学观，然后他的一个想法是怎么样的，哦，这个都还蛮启发人性的。你这样让我想到那个哈利波特，不是把那个记忆的拿出来放在他的那个，你说有像对不对？是，其实在这个展示里面呢，大宇宙是最大的博物馆。其实奥田先生在这次的展出里面，他也告诉了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博物馆。你有你自己特殊的记忆，好，跟你的故事，他也是希望说能够从你的脑子里面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我们的脑中呢，我们现在只要不管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脑中里面的神经元都在做传导，它就像我们在星空中的星星会亮，一直在那边亮，因为传导电流传导还是会有那些闪光的，所以我们的脑中呢其实也是一个小宇宙。那这个小宇宙呢，其实有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本事跟特质，每个人都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珍贵，其实是值得把自己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它其实呢，在整个一个对非常特别的各个工作坊啊，所以呢，欢迎大家来报名。好，所以有三个哦，一个是那个剪纸的技术，我目前只介绍了两个，对，还有一个记忆形成，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在讲对话的世界，啊，在整个一个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哦，让它产生对所谓的物质的一个执着的一个表现，然后呢，与很多的民众。或者是很多的材料在对话的过程里面呢，衍生出了他的一个奥田先生的一个对话世界。其实呢，他想透过这次的展陈里面呢，让大家更可以深入的了解，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对话，这个对话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对话，还有我们跟非生一般人大家认为非生物的物质之间的一个对话。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周围每天到底跟多少东西在对话？现在我跟主持人小军在对话，我跟我们同事在对话。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目前身边常常那个不离身边的物件，就是我们的手机。我们在跟我们的手机对话，譬如翻译软体，我们想要知道哪一国的语言，所以我们不是把它输进去了吗？输进去以后呢，这东西就交给非生物的东西在思考，然后当然就是譬如说 AI 思考或是人工智慧思考，然后之后呢，这些东西就转出来一个东西，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它是物质嘛，物件嘛，但这个物件呢，不是影响到我们的吗？因为我们拿到我们的想要的答案，或是这个答案不管满不满意，它都会影响到我们人的行为嘛。所以其实它是说，这个对话呢，这些种种的来源呢，其实。虽然形式各有不同，但是这个来源呢，都起源一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宇宙大爆炸以后，产生了整个宇宙，产生了整个星辰，当然也产生了地球上的万物的种种，所以其实这些从这种对话的状况呢，从以前宇宙大爆炸之后呢，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会延续多久不知道。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年呢在所谓的What This 啊对话宇宙海里面，我们博物馆第一次策划了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展示的内容。这样好特别哦。对，所以是希望呢借由这个展示呢，让每个人发现自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多多跟大家一起对话，那会有无限的一个可能产生。是真的，从最古老的仿生学，我们现场桌上有一个，对不对？到现在呢，最新的科技的仿生学，到最后跟自己内在的对话。哎，这工作坊大家真的有机会一定要来报名参加，因为绝对会颠覆你对工作坊的想象，真的很特别。也欢迎大家一块来看这个 What's This 这个展。好，那除了这一个海科馆在展览之外呢，还有很多是跟着科技潮流在玩的。那要激发大家的兴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设计游戏。我们一块来看看哦，实境解谜游戏的最高境界。结合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游戏，考验你的逻辑与搜寻答案的能力。你就按登入。那我们通常游客的话，就是按没有账号。
然后访客，只要用平板或手机扫描 QR Code 就可以进入游戏，化身主角，跟着指示探索海科馆内展厅，深入了解海洋科学知识。同学就会有一些猜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到实际的那个展厅去寻找它到底正确答案会是什么。永生流的食物链刺激消费者到底是哪一种鱼呢？深入展厅，答案就在周围。找到了，答案是沙丁鱼。好玩又有成就感，更能了解各领域的海洋知识。透过这个活动，我们可以从海科馆各个园区中学习到有趣的海洋知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游戏很好玩，只是还可以，没想到还可以结合科技来学习到很多海洋的知识。拿起你的手机扫描 QR Code， 我们现在有海洋种子教师所设计的游戏，共有七款可以体验，还有我们自己海科馆所设计的游戏有三款可以给大家体验，欢迎大家来海科馆游玩。配合科学节，海科馆推出 ARG 实境解谜设计大赛票选活动，不只展现三年来的成果，更要激发大众对海洋环境的重视。ARG 的实境解谜的这个课程在海科馆已经发展了将近三年，然后今年首次针对学校的教师还有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们开设了初级跟高阶的这个两次的教师研习营哦，今年的11月1号到30号期间啊，在海科馆这边特地把参加过进修就是进阶班的研习营的老师们，他们所开发出来的七套ARG 的课程跟海科馆的自己的三套课程合起来总共十套在海科馆呢给民众来闯关。欢迎大家来海科馆追最夯的 ARG 实境解谜游戏，在科学节期间玩游戏还可以获得小礼物哦。而 ARG 实境解谜设计大赛票选活动结果将在12月23号颁奖。哎，真的很好玩哦！你要走一趟，你会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有趣的海洋知识从生活中。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宋主任、宋博士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推动这个 ARG 的实境解谜这样的设计到整个成品出来，其实有一段时间。对，就如同刚刚小军提的，就是你刚刚看观众刚刚看到那个 ARG 目前在海科馆可以这样子执行的这种成果，说实在，就像刚影片我提到，就是已经三四年了，当一开始的一个想象也只是说，我们要增强，要活化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就是要让观众更常进来，更常进来博物馆，然后呢，愿意进来博物馆，然后用有趣的方式去知道馆内的展示的内容。然后学习到一些有趣的知识，然后可是光要用这个达到这个目的，说实在不容易。一开始大概十年前开始，目前一般观众知道的手机上面的 App 就是 APP 这部分，是大概十年前开始有了这种产品，可是呢，当这种应用程式，手机上应用程式越来越大，因为它功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变成游客不见得来馆的时候愿意下载下来去使用这个是变成我们的一个困境了所以说这个困境我们要怎么去突破它我们着实想了很久就跟展教组的一些同仁在思考这个事情所以说就在已经有 APP 的基础下，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起始点，它有展示的资料库在里面，解说的资料库在里面，那我们就何不妨把这个资料库活化运用在其他形式的平台，让民众、让老师，甚至让家长能够很方便的取用它，然后为他的小朋友、为他的学生，设计专门的独特性具有独特性的这种自主学习路线的这种游戏这是初衷。但是后来后来发现有一个叫 ARG ARG 的一个这个名词是实际上是就是中文翻译成叫做另类的实境解谜游戏
啊，另类实践九民主义就是说它是有任务的，哦，有情境的，然后呢有闯关的，这种会让学生或是来馆参观的观众更有动机去想要把这个破解掉，游戏的那个谜题给破解掉。哎，你想说，嗯，好，你就试试看。然后大概在3年前开始导入这个 ARG 的这个平台在海科馆，然后从一开始的所谓的海科王的宝藏，最简单的海科王的宝藏，然后海女养成班，然后叫航海家的回忆录，基本上你光看这个名字，就是它就是很有意境的，有故事在藏在里面，值得探索的。像海女养成班是你透过游戏过程，你知道怎么去拿珍珠，练习当海女，就是海女她到底在一天在忙什么啦？她的一年在忙什么？这个概念。啊，至于海科王的宝藏，就是她很希望借由展示海科馆里面的一些科学的知识，透过不同的闯关啊，了解海科馆到底在玩什么。好，这个。一开始是用这三套，然后呢，我们还不敢冲太快，是结合纸本，用纸本的那个，等于是有一个要玩游戏带参考秘籍，然后呢，你带要带手机，用 Line 8，用 Line 8，3年前大概这个很夯哈，对，即便据我所知，像台南的奇美博物馆也有类似的方式去执行它，他们的解谜游戏卖得很贵，后来。发现那试起来，不错，但是又有一个限制了，有在玩 LINE 的观众也都知道，就是 LINE 后来在2年前开始，他要用电话号码去认证你的 LINE 账号，所以说以前不需要 LINE， 不需要透过电话号码来验证 LINE 账号的这种给小朋友专用的 LINE， 他可以透过 WiFi 就可以开始玩了，可以跟同学在赖来赖去的那个过程没了，没办法做了。所以说，小朋友带手机来海科馆探索，用 Line 8的这个工具，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不见。所以说，我们就想说，这个平台要改成什么？就后来就直接改成手机的网页版的平台。然后也因为如此，要活化这个过程，活化那个资料的使用，所以说我们在平台里面开放，让教师，让有兴趣的博物馆的同好，说伙伴吧，我们同业哈，博物馆同业，可以用这个平台来为学生、为观众塑造出一条他想要讲的故事，想要让游客、想要让观众知道的，展厅的内容。的一个特有的这种自主学习的路线，我们说现在目前108课纲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自主，然后甚至共好，意思说我要跟朋友一起来合作闯关，大家在沟通的过程能够达到一起激励、一起学习的这种过程，那我们的平台就开始往这方向发展，然后。也才有现在目前刚刚影片里面看到的那个好多套现象，然后实际上到目前我们应该有10套了吧，已经有10套了，就是已经前前后发展快10套了，然后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希望，让学校老师能够很方便的使用这个发展工具，去为他的小朋友客制化他的。教材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不一定老师们在学校不一定一定要用海科馆的里面满满的资料库，不用，它可以我们 ARG 特性说你可以用我们的平台设计为小朋友设计学校附近的人文走读，去踏查、去观察，都可以设计成以这种方式，所以说你不用说一定要用海科馆的素材，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发展的故事线去设计课程，去评量学生，因为我们后台资料库可以知道哪一组的小朋友他的学习的状况大概如何，他的参与度如何，这个是我们到目前发展下来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到现在各位看到的刚刚的影片的那种成果，
那去年我们一样有办理竞赛，只是竞赛的过程内容是以海科馆发展的 ARG 去让民众票选，但是今年我们办理进阶的这个工作坊以后，我们还邀请了两位大师来跟那个研习的学员上课，一个是环境教育的大师啊，是子超老师，哦，张子超张老师，那个看到这名字一定要抢，无论如何要不要学 ARG 都一样来听的，哦，那个有这种会有神人级的讲座，哦，而且况且他还是重点是在讲环境教育课程的设计，还有一个是在游戏界的翘楚，哦，游戏手机就是桌游，一开始是桌游，啊，现在他也老师也慢慢切入到行动学习的这一块，是台科大的侯教授，对，跟基隆。跟基隆的很多老师也都有合作的一个老师，他这部分帮我们学员做引言，所以说今年的成果就很好，今年基本上由这些进阶班的学员产出来的就有七套可以成果啊，然后这个部分基本上未来都会授权海科馆在海科馆场域，甚至有人有老师是宜兰的老师哦，为他的学生设计八斗子的那个像渔村走读的课程，要让他们的学生来基隆学习。哦，我说哇，这个老师的创意真的很好，因为他愿意，因为发现我们的平台不用收费，而且工具很清楚，然后算是界面也够清楚了，最主要后面还有资料可以回馈给老师们，哦，这个部分我相信在博物馆在海科在国内国际上我不敢讲啦，我们还在找寻，哦，就是在至少在国内我们这一个 ARG 的这个游戏平台开，应该是它不是游戏平台，它是游戏的行动数位学习游戏的这种开发的工具，哦，这种工具是你只要有创意，你就可以透过里面的工具就可以做到设计的。也许某些老师会说美编能力不够好，那没关系，你的学生都很厉害，哦，在目前学生都很厉害，所以说不光是刚刚讲到宜兰老师哦，实际上我看到我们的那个名单里面还有基隆的小学的老师，哦，他也有报名，也有组在里面，到时候各位也许就可以上海科馆官网去查一下这个内容，哦，这个部分是到目前海科馆整个推动 ARG 的过程，我们也很相信这个是未来我们已经走到正确的道路上了，然后这个正确道路可以走得多就是多宽广，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还可以，各位还可以慢慢看看，还可以努力什么。对，那重点是大家就是来海科馆一定要来玩这些游戏，而且还可以投票，哦，你会发现真的很好玩，而且重点是在这游戏当中你会激发出很多对海洋科学有兴趣的知识内容。那投票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像刚前面的海报一样，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就是我们 ARG 实境解谜设计大赛的这个 DM，实际上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总共那个公开出来十套的这个 ARG 的实境解谜游戏，其中有三套是海科馆自己发展的，就是海龟的旅途，海龟的旅途，它旅途中会碰到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是跟你生活周遭的任何不经意的行为会影响到海龟的旅途，这个部分基本上是这样子。那第二套是海洋的叹息，啊，这个叹息的叹是叹跟息，基本上不是我们的一般的那种这种叹息，是二氧化碳的碳跟息极的息，哦，光这名字就很耸动，这个也许就等着朋友们来海科馆探那个可以培养小小可以来理解，再来洁净的能源，那就更明显了，对不对？洁净能源
这个部分也是海科馆的一个机器的创作哈。实际上还有另外的七套是我们的进阶班的学员他的一个成果展类似哈，就是实际上包含这个面向就很多了哈，像年年有余啊，像初心吊手哦，这个还有水产小达人的养成术，这个就很有意境，对不对？再来就是湛蓝勇士，在第五个是寄居蟹与少年，这个有点绘本的概念了。再来就是不倒台湾狼，对，这个是也很有创意的名字哈，是宜兰顺安国小的老师做的啊。然后再来就是第七个是海底漫游，海底漫游这七套加上海科馆的三套等各位在12月17号12月17号以前都还有机会到海科馆来探索这个 ARG， 然后顺便帮我们投票，然后选出优秀的那个队伍，然后我们会在23号举行颁奖典礼。真的很好玩，就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好好的玩一下，体验一下这个 ARG 的实境解谜。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海科馆，其实不只有科学，不只有特展，而且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珊瑚富裕。那很多民众都会到海科馆来看看我们可爱的珊瑚。那当然珊瑚有各式各样的形态，我们先来看看民众都给这些珊瑚取了什么有趣的名字。这一大片有厚度，俗称叫海猪肉的花环肉质软珊瑚，放远一看，超像巨大的杏鲍菇。软软像杏鲍菇，它当它触手收起来的时候，又会像一块猪肉一样，所以我们又常常就称之为它为海猪肉。另外，这被称为米粉的树针叶珊瑚，粗厚的触手摇曳时，就像在沸腾的锅中翻滚。能看它在水波摇摆，有没有像一个米粉这边摇来摇去，就像我们在烫米粉的时候。它虽然说是看起来软软，可是它下面还是有骨骼的结构。树针叶珊瑚在台湾的水族市场中是很常见的珊瑚种类，国际上的贸易量很高，算是水族界的人气王。还有海参界的漂亮宝贝海苹果正在觅食哦。这些以食物命名的有趣生物，在解说员的解说下变得好亲切、好有趣。还有，来看这从鼻子到尾巴被画上一条白线的，到底是什么鱼呢？我们一般小嘴看到呢，像泥墨或者像其他的呢，它都是以两条红色的柱子为主。然后这种呢，我们在分类上面给它属于。取的名称叫做臭鼬家族，有没有看到它的这鼻端一直到尾巴有个白色，就像白鼻星的纹路一样？因为这里面呢，它没有海葵，所以小丑鱼呢也会找其他的珊瑚来做共生的一个相处，所以你看到它们会在珊瑚里面也做磨蹭的动作，也会照顾珊瑚。原来是粉红小丑鱼啊！潮境智能海洋馆近期喜事连连，继海苹果产卵后，一楼潮间俯视缸也有东方猩轰宝宝诞生喽！这是全台第一次在人为环境下繁殖成功的案例。轰鱼的青鱼呢，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大概养了2年多，然后开始陆陆续续的生产，一胎大概产下1到2只左右。它是算是一个小型的轰鱼，而且非常的可爱。它的成轰大概在盘径30到40公分左右，不像一般我们看到的大理石轰那么的大。可是它就是小巧可爱，而且它轰鱼的特征呢，都有陆陆续续的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它的雌雄的外表的那个性征，还有它著名的毒刺。像我们现在看到这边呢是公鱼，所以它呢有个很长的交尾鳍，对。再来认识海底世界的丑小鸭。它小时候呢是一圈一圈的蓝色的条纹，蓝白相间的条纹，乍看这样像大鱼的眼睛一样，这是它的保护。那等它慢慢长大的时候，黄白，然后底色是深黑色的条纹。我们常常就像小时候丑小鸭长大变天鹅，就是盖世鱼的典型代表。它所以我们就又将它叫做变态，它小时候的形态跟长大不太一样。当它被你抓到的时候，它就用甩的，然后那个毒刺就那个它的刺就会刺到你，对，所以这是盖刺鱼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它叫盖刺鱼？在潮境智能馆一楼俯视池，您来了还可以来走走，怀上第二胎的母轰鱼，记得 no touch， 一起学习爱护海洋及海洋中的生物。
哎，真的很有趣，因为每次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一定就是会想，哎，这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那透过解说或者是透过学习当中，你就会有更多的知识。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隶属博士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海科馆的潮境智能馆内其实很有趣，而且推出非常多不一样的课程内容。嗯，正如我们刚才小军所提的，就是很多游客来到潮境智能海洋馆的时候，他们对这些活体是充满了好奇，哎，为什么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生态习性啊？那也会很好奇说，那这些生物我们都怎么照顾？好，那这些我们海科馆都听到了，所以我们海科馆就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推出潮境小学堂。那目前为止，我们有22个主题，那已经办了83场的小学堂，那总共有超过1500人次的游客参加这样的小学堂。那小学堂的22个主题，它包含有哪些内容呢？好，有一种是以生物为主的，好，所以可能会介绍鱼啊，介绍虾啊，介绍珊瑚啊，介绍小丑鱼后等等，里面到底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生物。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游客对我们整个水族馆的营运好奇的，譬如常常会有游客问啊，那这个鱼吃什么？那这珊瑚又吃什么？好，这个东西又吃什么？好，所以针对如生物吃什么，还有嘿，对，那我们平常怎么照顾它，这个我们都有专题来讲。那当然还有一些有毒的生物啊，也是我们介绍的对象啊。当然在我们的展馆里面还有一些保育的工作在进行，所以呢，珊瑚保育到底做了哪些工作，然后小丑鱼保育或是后的保育我们又做了什么工作，所以在小学堂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专题在讲这些议题。可是大概也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小学堂当初就是方便游客进来的时候参与，所以它时间比较短，它可能只有半个小时，那没有关系，想要深入的朋友海科馆也听到了，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系列的叫做海洋永续工作坊。好，那海洋永续工作坊的话，它通常至少要半天或是一整天，甚至是跨两天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坊。那在工作坊里面，那目前海科馆总共已经有9个主题，那总共我们也执行了18个场次，所以我们参加的朋友也非常的多。那在这些主题里面有很多，譬如包括最夯的叫做一日式寓言，大家既然好奇我们怎么照顾，那你不如你自己就来体验一下，一整天就换你来照顾这些生物。那这个几乎就是我们智能馆的秒杀的活动，每次只要一公布，那大概可能当天手脚不够快的大概都抢不到。不过今年年底开始我们会增加场次，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他们想要体验怎么照顾这个生物的时候就会有机会。那其他我们还有所谓的沙很大，为什么叫沙很大？然后我们还有地表最强的下巴，这个名称听起来都很吓人，可是其实这个讲的都是在讲鲨鱼这样的一个生物。那其他的我们最近还推出一个非常特别的叫惊奇古怪的工作坊，那是我们同仁非常用心用 3D 列印的仿真的一个骨头，然后去介绍到底鲸鱼跟人有什么差异。当初人跟鲸鱼之间，我们在所谓的生态的演化上面，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鲸鱼跟我们人又有什么关系。那其他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坊啊，譬如说春天的时候会有海藻，那我们就海藻工作坊啊，那你可以做海藻的标本啊，做藻卡。那我们其他还有说，譬如说后的工作坊，我们有说邂逅的一个工作坊，那你就好好的认识后，那认识完之后你还可以做一个后的一个很可爱的那种会自己会跑的那种小玩具带回去。那基本上就是透过我们所谓的潮境小学堂，是我们的永续海洋工作坊，那各位朋友都会有机会更认识潮境水族馆里面的各种不同的生物啊。当然未来啊，你们如果觉得说22主题还不够，还有什么东西你们想听的，没关系，你们尽量出题哈，我们海科馆一定会安排让大家都有机会认识你想要知道的知识。
是，哎，真的很好玩，没想到海科馆就推出非常多不一样，让你可以实际参与到的一些活动，学习海洋知识。那刚刚宋博说的是科技类的，大家就是拿着手机平板就可以开始探索。那这个陈博这边呢，他这边就是真的是下去看看海洋生物有关的食物链，或者是你想知道它的生态体系，这里都可以体验到。那说到这一个，大家就会很好奇啊，其实珊瑚的富裕，海科馆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很轰动的一个保种中心，但是在保种中心之前，其实富裕就很有成果。我们一块来看看哦，之前的这些富裕珊瑚的情况。拿出上个月的照片，陈博士仔细比对，看看小珊瑚有没有长大。海科馆珊瑚繁殖工作站设在温室内，除了可以吸收大自然光线外，还是要架上模拟大自然的光灯，控制水流及温度，让分殖出来的珊瑚宝宝安心长大。就是目前我们海科馆在做珊瑚的环养殖的一个状况。好，那我前面的这个叫做脊背珊瑚，脊背珊瑚它比较特别，它是属于比较团块状的珊瑚。这种珊瑚长得比较慢，可是长得比较慢呢，其实它对于环境的那个韧性，就是说有台风或怎么样，它的抵抗力反而比较强。长得快不一定强壮，慢慢长得受挫力较强。陈博士细说对珊瑚的观察，就像这触手越长，就知道这株珊瑚的地域性越强。你会发觉它有那种白色的丝状的东西伸出来，它的触手它会伸出来，旁边如果有其他的珊瑚的话，它就会出现我们叫做攻击丝，去攻击别的珊瑚或是别的生物，让它去退，那就是说，哎，这是我的领域，你不能过来。我们这个海科馆的潮境海洋中心里面，我们大概养了大概接近20种的珊瑚。那一般我们可能会养大一点，比如说5公分以上到10公分左右，哦，让它比较强壮的时候再往外移。好，那在今年我们预计大概第一季我们会规划嘛，那第二季我们就会去做场地的限刊。那我们希望在第三季，因为第四季海况就不好，就不适合做了，然后有机会就是把一些珊瑚去做试验性的移植到野外去看它的状况。用分株种苗移植的方式富裕珊瑚，每年都有计划，按步骤来，就是要永续海洋。海科馆在这部分我们就大量的一个繁殖我们的一个珊瑚，然后繁殖好之后会把它移植到我们的海洋，甚至做复育。这个工作整个 SOP 都完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其实是要大家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妙。目前很多企业对我们这样的案子是很支持的，包括说像台达电啊，或是阳明啊，那甚至于我们去年也有中油对这个工作的赞助，还有合成光宝啊，或是其他的，他们就是在推广教育这样的一个协助，我们都很感谢。那这样的活动我们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增加珊瑚在野外的一个韧性，那其实是我们就是增加未来我们整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韧性。海科馆感谢企业团体的支持与赞助，让海域的生物多样性能永续下去。真的就是要永续下去哦，所以可以看到海科馆非常的努力。那当然刚才说到很多的企业都一起加入投入，没有想到呢还可以看到一个最新的我们的亚洲首座的零碳珊瑚保种中心也在上个月落成启用。潮境珊瑚保种中心正式落成，结合珊瑚富裕及科技自动化专长，为珊瑚量身打造适合生长且节能的温室珊瑚保种中心开幕启用喽！这座珊瑚保种中心营运的电力100%是绿能再生电，是亚洲第一座零碳珊瑚保种中心，预计将以3年富裕万株珊瑚为目标。这个潮境公园前面就是一个1.1公里的一个保育区，一个保护区，在一个保育区下面，那去试验这样的一个不同种类的珊瑚，这样的温度，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那是什么样的种类它可以一直持续的延续。如果有一些是生命是比较可能没有办法这样抗拒这种多元的环境，那我们又应该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让它能够继续能够延续它的生命。海科馆携手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打造零碳珊瑚保种中心，确保基因的多样性，让台湾珊瑚在面对更加频繁的海洋热浪时展现较佳的耐热韧性。两个机构努力地把它做好，我想我们以后会进
我们所有的力量要把它做起来。目前海科馆内保有40种珊瑚，约1400个群体，并尝试野外移植680个珊瑚群体。未来预计将持续收集不同种类的珊瑚，进行保种与研究适合的人工养殖条件。哎，真的就是要恢复保育这个濒临20种目标，要赶快把它们给复育起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隶属博士。对，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有潮境小学堂，也有永续海洋工作坊。那其实有更多的朋友会很好奇，那到底保育现场我们做了什么？那跟大家报告，就是今年我们刚才影片就有看到，我们在9月的时候有一个珊瑚的保种中心。那在珊瑚的保种中心，我们不止在里面蓄养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以20种的一个珊瑚，至少20种的那个种类的珊瑚把它蓄养在里面之外，那我们那里面还有一个教室，所以可以让大家不只认识珊瑚之外，然后可以体验怎么样去种珊瑚。那目前在保种中心里面，我们大概已经有了12种的珊瑚，那其中有2000株我们已经分株好的小珊瑚正整着长大。那我们移植到野外呢，已经也有520株的珊瑚，我们移植到野外。那未来大概各个单位，你们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申请来看这个珊瑚的保种中心。不过在讲珊瑚保种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潮境这边，它的意义我们这个要先来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台湾有珊瑚礁，可是珊瑚礁它是属于热带的，藻礁珊瑚它会有藻礁的一个能力。那北部的珊瑚它属于是没有藻礁、非藻礁的一个珊瑚的群聚，那南部是属于热带的气候，那北部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刚好很特别。我们潮境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两个气候带的一个交汇的一个过渡地带，所以很特别哦。我们这个地方有热带的物种，然后也有温带下来的物种，然后甚至有一些广泛分布的珊瑚全部都汇集在这里。那当我们在担心全球暖化，那珊瑚要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北部海域尤其潮境这边它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所谓的珊瑚方舟，就是未来珊瑚可能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是当初为什么会在这边设立一个珊瑚保种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珊瑚这个保种中心里面的话，你会看到很多特别的一个现象。除了刚才在影片中我们就会提到说，珊瑚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它就是死板板的就一直在那里，它其实他们是很活跃的，然后为了抢地盘，他们其实是都很不客气的，甚至会跟隔壁去打架。那你到现场还会发觉，我们缸子里面还有养有很多的小鱼，那这些小鱼都是我们的小帮手，因为有时候珊瑚里面会躲一些寄生虫啊，那这些小鱼它很重要的，它就是要帮忙我们清除我们工作人员不容易清除到的一个角落里面。所以你不要看小看这些鱼，这些鱼都是小帮工，都是我们在做珊瑚保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未来如果大家有机会拿到这个珊瑚保育中心的话，我们还有机会说是要让大家体验怎么样去种珊瑚。那其实我们珊瑚的繁殖有几种，那一种我们叫无性的，一种叫有性的。那无性的话，我们通常就是把原来就很像我们植物的所谓我们叫分枝然后扦插那样的方法，就把一个我们讲种源的一个个体，然后把它切割之后再粘到一个小的基座上面，那这样它就会再成长变成一个大的。所以在保种中心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小小的正在长大的这些珊瑚。那民众来参加的话，你们就会有机会领到一颗小珊瑚，然后自己把它粘上去，那甚至写上你的名字，那未来有空的时候你再回来看看你的珊瑚长到多大。所以这个应该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我会期待了，未来有更多的学校或是社区，那有机会的话都来跟我们海科馆申请，那来排队轮流过来我们潮境保种中心来看到底珊瑚保育的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你也可以看到珊瑚，那你也可以去体验。那期待珊瑚保育这样的概念大概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有机会去体验到，那我们大家一起来
关心珊瑚的未来。是，哎，关珊瑚照顾好了，其实我们的环境永续就开始进行了。那当然，时间到最后要请我们的四位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最近有很多不错的活动。我们先请凤仪主任好吗？好，刚刚有介绍了，就这个礼拜五会为我们那个花斯蒂斯的那个宇宙海的那个展览那个开展。那也欢迎各位朋友来。除了这个展览之外，我们十二月份把它定调是一个艺术的飨宴。那这艺术飨宴里面包含了，我们在十二月二十五号的时候会跟那个瑞芳老街的那个观光协会来做一个合作，他们在发展一个角落美学，他们在创作了一个那个屏灯。大家都知道瑞芳是矿工嘛，屏灯其实对于他们矿工的职业是一种设施必要的设施跟作业需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他把废弃的灯瓶废弃的瓶子装饰成非常美丽的一个灯，等于是有点是再利用。那他们每年都会办都会有做一些成果的一个展现。那我们今年特别应该是第二年邀请他们过来我们海科馆，在我们的那个碧水巷长廊里面做一些展出。那个展出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更多的那个灯饰的一个展演。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对，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你要下一集再讲。OK， 好，你要下一集再讲。现在换我们的栗淑博士。其实我们最近有推出非常非常多的活动，那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关心海洋然后海洋保育的这样的工作，所以大家要密切的注意海科馆的网站，我们各式各样精彩的活动就等你大家一起来参与。是，一定要来参加。剩30秒，施主任，你后面还有个宋主任。好，那个我们馆的活动相当特殊，都是为了永续我们的环境而努力，当然包括我们人类社会组织的发展。那欢迎大家来我们海科馆参与活动。是，来海科馆玩就对了。宋博士，欢迎观众来海科馆投票，然后有兴趣的老师想要开发 ARG 的老师来跟我联络。好，谢谢。谢谢宋博，今天非常谢谢四位博士哦，带他深入了解探索我们的海洋科学的奥秘。我们下次见哦，记得来海科馆玩喽，拜拜。